吉祥姑娘恕罪，我。这家伙还挺聪明，迟早得被他发现。但是得想个办法，拿着镯子回去。少主，有没有一种可能啊？咱根本就弄错人了。谁让你们会抓的？还不信我啊？偏要让珠子自己显形打你们的脸。上次珠子有一场，什么时候？上一次，灵山突发大火，幸亏万灵珠提携事情，火攻。火烧他，受得了吗？外火不已，内火更加。比如，昨晚这附近确实有灵族，我看见了。他就出现在辣椒仓库附近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舔着爪子，似乎心满意足。我猜他一定爱吃了。我听村民说，此灵颇为怪异。似马非马，内牛非牛。口若悬盆，满身鳞片，倒像那传说中的，四不像。妹妹是麒麟，好吧？反正呢，要想引他出现，得分辨出他喜欢吃哪种辣椒。这样，你吃，我来判断辣椒上嘴的颜色、味道。真的靠谱吗？靠谱啊，咱俩啥关系啊？朋友。你不辣吗？还行吧。我是重视你。攻不行，就用水淹。灵山曾大旱数年，全凭万灵珠才找到水源。珠子入水，必然腐泄。那妖灵啊，麒麟俱全，一看就生活在水边。这个湖是方圆百里唯一能容它藏身的地方。这湖水确实深不见底，确实是一个藏妖灵的好地方。不过咱们应该怎么去寻呢？那当然是你小心。不过呢，你说的也很有道理，我一定得想办法把这个湖水给抽干。刚才晴空万里的，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啊？啊，是啊，那怎么下雨了？我大男人不大紧的，朋友嘛，就应该互相照应。
杨大人，快走。哈哈，抓住你了。吉祥大人，你为什么怕我？少主，你是麒麟，纯阳之体，如果你生气的话，就会烫伤我们。万灵珠，为什么只有我没跑？为什么大家都怕我？这世间只有你不怕我，赐我一个朋友，好不好啊？既然是朋友，我就陪你一起拎。好啊。你不冷吗？你忘了我是极寒之子吗？那就让我这个纯阳之体把你给捂热吧。思念一花一笔，一心一意，演绎着等待。他将满城虚雪尽收揽入怀。等芙蓉花开，离风霜还在，让伴君平安归来。不语去人间花海。找到了。是万灵珠的声音。既然在他体内如此清晰，似乎他也在渴望着我。出来这些时日，也不知道师父怎么样了。为师按地主详查，大有发现。速归。父母家仇未报，我又身负极寒之体，不知性命还有几何。对不起，吉祥姑娘。从今往后，我还是叶舟。叶舟。出去玩啊，叶舟！寻找妖灵大概是个幌子吧，你只想我陪你玩耍罢了。但这几日是我从未有过的开心日子，我身怀要事，不可陷于儿女情长，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叶舟子，这个大骗子，跟好吃的有什么关系？跟好玩的有什么关系？跟儿女情长？我要是万灵珠，谁让你跟来的？谁跟着谁啊？我可走你前面的，你别跟着我。